2020台湾设计展开幕启动仪式，由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外国使节团代表一起指向电视墙萤幕 check in， 并开启舞台上的 LED 对开门之后，新竹兽从幕后惊奇现身，为2020台湾设计展热闹揭幕。期待了很久，今天终于我们来到了新竹，和大家一起见证盛会的开幕。那么刚才我们走进来，确实有那种惊艳的感觉。总统蔡英文在新竹市长林智坚等人陪同之下，一起走进展馆城市终端机，体验科技如何行塑生活。2020台湾设计展 check in 新竹人来疯将从中秋节开始，一直到双十连假结束。总统蔡英文代为邀请民众把握连假来新竹走走，欢迎所有德国人中秋连假来新竹吹吹新竹的风，看看台湾设计展，一起感受我们新竹的美好。台湾不但是乱世中的福地，而且在蔡总统领导下，我们一定珍惜自己，发挥创意，推广设计，让台湾更美丽，让台湾更有竞争力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，台湾能够不受肺炎疫情影响，还能聚集一起举办台湾设计展，台湾是乱世中的福地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道。